我们是从北京跑过来专程看这个演唱会的。对，我们是从滨州过来看的。I'm from Virginia, but I came up here for the festival. 我们是那个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的。我们是要来看谁呢？我们要看红花会，还有陈冠希。那当然看 PC One 了。But I came with my girlfriend, who's a fan of Edison Chen, I believe. 我只认识 PC One, 我其他都不认识哦。小白。PC One。陈冠希。没有为什么，陈老师无敌。很冷，然后现在就整个人都热起来了，非常好，超级好玩，有点累，就是挺好玩的，挺好玩，所以有点冷，今天太冷了，其他都很好。你有 freestyle 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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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够 free。我有 freestyle， 我的观众们在哪里？啊、哦！